想到我为什么会来这儿。我曾经确实想过，就是说，两年时间，两三年时间已经过去了，那么这两年，他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改变？其实还是想聊聊的。现在多少，就是知识上成长了一些吧。我们是怎么看待以前的那个关系或者以前的问题？你有想过复合吗？未知，我也不想给自己有任何预设。能不能再在一起？他对于说来节目是为了钱，他不是一个功利性很强的人。但是我今天很开心，他能讲这么多话，松松松松松松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去的这几个，就是艺术装置啊，这些东西，我觉得他陪伴必不可少，就有一种心被填满的感觉。我还是想陪着他，他在经历一个最痛苦的时刻。我觉得我来之前，坦诚地讲，我是官话是说不做任何预判，但是我有，哪怕就是一丝丝，我有想过，如果我们两个都更加成熟，会不会有一点点的可能性？就是可能性，就是我们也许还有在一起的可能。但是，这首歌其实就是对我们两个来说挺重要的，他一唱我就情绪那个就没法控制，我看见他每一个歌词就感觉是像那个刻在我心里面一样，挺难受的，特别特别难受。基本上就愣在那儿，愣在原地不动。在婚礼上唱的时候，感受到的是希望吧，那种很美好的希望。然后在这儿唱呢，有点伤感，有点伤痛。它可能就像是一个开始和一个结束。如果还是他的话，你还会和他结婚吗？可能还会吧，真的还会。刚刚唱那首歌的时候，小卢为什么就哭了呢？是被歌感动的吗？想起了当时的情景。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承担的问题了，就是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托付给我了，但是我并没有完全的把他的这份信任承担起来。他挺诚恳啊，他现在很诚恳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忘记了所有的过去，我们在结婚时候许下的承诺，就是脑子一下就不会想到那么多这些东西了，就非常的不理性，对，所以才造成我们俩可能就得分手啊什么的。他现在说话比较接地气儿了，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一点。对，其实这个事儿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因为这首歌也很重要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我真正没有做好的，可能辜负了他。我觉得我要一辈子的爱护你，然后像诗一般的，像歌一般的呵护你。所以我很自责。